这里就是你的宿舍了，请进。真不错，柜子、桌子、电视，这还有个热水瓶。电视可以看国外的电视节目，热水瓶是用来打开水的。在哪里可以打热水呢？这栋楼里面吗？对，每层楼都有开水房，很方便。哦，谢谢你带我来宿舍。不客气，你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带你熟悉一下校园。谢谢，那一会儿见。